问你呢，什么牌子啊？挺好用，你说把链接发我啊。干嘛呢？嘘，你来干嘛来了？我来拿圆圆的资料，怎么了？徐总，别闹。徐思明，你说这脑子有什么毛病啊？人家从头到尾都在利用你，你不知道吗？连背调都没搞清楚啊，在那儿牵线搭桥，还巴巴的过来求情啊！我都怀疑这些年你打的玻尿酸、肉毒素全打脑子里了。行了行了，你少说两句啊！这有问题怎么了？项目有问题不是很正常吗？又不是完全不能解决。帮我就算了，至于吵吵？哎呀，明明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别往心里去啊！你自己说一说啊，你读的那个 EMBA 有多少含金量，你心里没数吗？回国多少年了，你干成什么事儿了？有时候甜甜挺有想法，他那些项目不都挺有意思吗？你少帮他圆啊，乱七八糟项目找了一堆，哪个有下文了？哪一个项目他有认真的对待过研究过？平时心浮气躁，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，干不好事儿就赖大环境不好，运气不好，别人不肯帮你。别哭，陆金明，你别老这么说我。是我书读的差，人又笨，经验又没你足，项目都做不成，都是我的错，行了吧？除了哭跟抱怨啊，你还能干点啥？陆明明，你有完没完？我当然没完了啊！他如果永远这副样子，别说投资了，一事无成，一事无成就一事无成，我不要你管我。看什么看？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？你想多了。这不就是你想看到的吗？这下你高兴了吧？徐总，我对所有的项目都是就事论事，也从来没有针对过你。你们根本不懂我，我为了做这个项目，我赔了多少笑脸，我找了多少人际关系，你们懂吗？你们？我懂，我当然懂了，这就是普通打工人的日常。你应该没经历过这些，是吧？什么是吗？我再怎么着，我也比你行，我卡里一个比你多。哦，你这话可不要说得太死啊！我踏踏实实干投资，我卡上的余额只会往上涨，两年之后谁输谁赢还说不定。那我也不会放弃的，我也会好好干，到时候你还是输给我。好，那你加油。只不过，你要不是顶着这张大花脸说这个话，会更有说服力。什么牌子啊？我脸好金贵的好不啦？哦，那你给我呀。问你呢，什么牌子啊？挺好用，你说把链接发我啊。看看人家，别像压犯人啊，压我。甜甜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你晚上有事吗？请你喝一杯。哦，我还有文件要做呢。哎呀，都下班了，明天再弄啊。一会儿链接发我。这两个人熟不熟啊？我听说，有些女生的友谊啊，一般从发我链接开始。然后从有共同讨厌的人之后得到升华。讨厌的人谁？
我。